陀佛，各位菩萨师兄师姐们吉祥。今天为大众开播佛学节目是谈陈那。陈那菩萨是法称大师的老师。然后陈那菩萨他本身呢，他的老师就是世亲菩萨哦，就是那一位二圣六庄严的世亲。他的徒弟就是最出名，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所谈的法称跟护法。著作呢最出名的是掌中论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原就是研读一下，还有观所圆圆论，真的很有趣哦。就是龙树菩萨的四缘不生啊，然后观所圆净啊，就被陈那菩萨给写出来。只是就是法称在观所缘的情况下，好像就是没有把这个所缘境的这一件事情呢，就是纳入依名的考量。这也是我这边一直觉得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其实呢，上次所谈到的限量有几种哦，限量就是分为根的限量，好，还有意识限量以及自证限量跟余且限量。但是呢，就是被陈那呢以所量、能量跟量果，就是说果中之因，它所缘境的这个所量，但是呢那个还有它能够作为的这个能量，还有就是量之后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量的譬喻呢，跟身交量的这一类的，就是限量是以自相为对象，可是比量是以共相为对象。可这个在正理派跟其他的派别就又主张为身交量跟譬喻量，就是他们谈的就是有的人比较偏，像法称是偏阴，对不对？那有的人又偏的是本体本宗。所以这个量的这一个概念问题呢，其实它是要像限量一样完全排除了整个概念的作用，才能够在一个就是在限量当中就有人好像有出现七种假的限量哦，但是被陈那这边做了一些就是改变，就是前六种它加入了一些概念的意识的分别的作用，那第七种虽然没有加入概念呢，但是却不是实在的那一种感觉哦。所以这种佛法的现象被厘清啊，其实是有一定的在哲学史会发展上呢，就会有一定的影响。那我们来谈谈陈那这个人哦。陈那菩萨他是瑜伽行唯识学派世亲论师的门徒，就是阐扬了就是老师的观点嘛，那也改革了佛教的一明学，创立了三支一明，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三支哦，就是所量、能量跟这一个就是果量，有没有？他是不是写了一个很出名的观所圆圆，对不对？观所圆圆论，所以他就是对这个观所圆是有概念的，也就是我一直在谈的，就是说很多人好像忽略了缘这个部分，缘的部分他们都只看到因缘，但没有注意到就是缘其实是有四种的发展现象，但是多数人在这一部分是不明白的哦。但是在那个所缘境的部分被陈那给他就是做了发扬光大的发展，这是佛教当中可喜可贺的一个现象。话说陈那呢，他在这个一明学其实是有重大的贡献哦，因为他有把这个一明的一个就是概念的重要的意义呢，在印度佛教史的这种贡献呢，他做了一些推理哦。但是就是这种本质的关心所比跟就像比量所能比的跟能所比跟能比，还有他指出那个本宗跟因有没有，都已经很明确的在他的论文里面把主词宾词全部都讲出来，只不过就是对了，因为传到他自己的弟子法称，才又把这个因明又更提炼的更明显。也就是说一个是创造者，而那个
法称呢是一个解释的人，也就是说，像现在朱大论师发明了像中观什么的，然后我就把他说到给你懂，我做的就比较像是为他比量，就为他限量的这一种，为他比量，为他限量，就是限量是本宗哦，不对，应该是为他比量，就是比较像的是这一种，就把知识传授给别人。然后才能够就是让更多人明白这件事情，然后因为陈娜也是无私的传给法琛，才能让法琛呢将整个阴明学发挥到最大的一个发展，就是逻辑大家就整个就对了那个阴明的推论的这一种重要贡献是被法琛所发扬光大的哦。因为在陈娜这边，他只是就是他虽然发现了，可是他还是就是在譬喻当中呢还是有一些就是需要改造的部分，所以就是还有他对阴明的这一个部分呢并没有很就是这是没有办法的哦，真的是你一个写文章的人要就是把所有的概念都全部都写出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啊，其实是有点困难。那陈娜他是提出阴明的概念是最有特色，是那一个遮跟诠释，就遮掉了跟诠释的这一个矛盾的其他性质。我们上次有提过，就是那一种有没有相为决定，有没有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概念，他整个就是做了一种就是把这个矛盾的性质提出来之后呢，然后又重点分析那个概念的类别，然后解释了那一个概念的它的根本的种，还有它归属的一个性质跟关系哦。那这当中又涉及了什么范文的文法声明啊？因为这里面你没有就是对范文很掌握很了解，那你这样子的话要去分析一件事情，你根本没有证据可言，就变成说只是你自己在说空话，就是说你自己在说自己的话，没有人会相信你说的。就像我研究阿比拔智，我不把阿比拔智的范文翻出来，不退转，有没有永远不退心，在修行的境界上永远不退心的一个菩萨，我不把这个解释找出来给你听，你也是不知道就是阿比拔智有这样的权威性，因为那不是我讲的，那个是整个传承下来的范文的文法。所以一样的道理，所以在研究生如果看到就是这个像比量啊限量跟那个陈娜跟法琛他们的思想，其实是会很开心的哦，因为他是把他就是这种研究的一个研究的概念跟主张是讲的最借过透过阴明讲的最透彻的，但是呢就是还有一些错误的驳论，就是能够破的，像中观它几乎就是做能破的一些就是逻辑哦，那就在这一个陈娜这个阴明学就整个有没有，陈娜那时候虽然他自己写了阴明，自己不知道那个叫阴明哦，但是他的确确就是为阴明铺，就是发明了阴明的一个铺陈，就是说在极量论颂呢都是陈娜所著作的，还有其极量论的解释也是陈娜菩萨所著作的，而且那个文章啊非常文词是很简要精深，奥义是艰涩难懂，深度非常的难，也就是这个情况我其实可以明白哦，像我写那个慈悲言就会有一些人，如果你不是佛光山的佛教徒的话，你一定听看不懂我写的慈悲言哦，你会写看不懂你到底在写什么哦，就是因为很多都是借用譬喻，然后文章是词只有几个字，对不对？然后你这样的话就不知道到底要在描述什么，所以一样的道理就是如果你不懂中观的人，然后自然就无法懂陈娜他在所写的这一个阴明的这一类的文章。那极量论的作者就是陈娜，也就是世亲门下著作最出名的四大弟子之一哦。
哦，大家可以去查，就是世亲度了哪四个人。其实一个当老师的人，他这一辈子只要传到一个徒弟就不得了了，这个徒弟只要有明心见性，他就可以开花结果。你看那个禅宗从达摩祖师都是一对一，有没有 one by one， 传到五祖之后，五祖再传给六祖，阿弥陀佛，六祖好像传了四十几个弟子，全部明心见性。哎，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观察，就是星云大师收了2000人，有几个明心见性哦，所以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传承的弟子啊，只要其中一个有开悟就不得了了。就像那个陈娜，他虽然他的弟子有两个，有两个，就是法护跟陈那一位法称，可是就不得了，收了这个法称就真的是不得了，把整个陈娜的学说呢就是蓬勃的发展。就是说每一个人的造诣跟他的能力在哪里啊，经过老师的启发之后，然后后人学子又就是大力的把他推扬，那都会让一个佛教呢走向一个巅峰哦。相信就是经过陈那跟法称师徒这样一代一代，还有世亲这样整个传下来，那时候的佛教一定是非常的蓬勃发展哦。因为师教齐修，修什么？就是有一个断烦恼之道哦。那陈那早期的时候呢，他其实在幼年，陈那是出生在南印度嘛，然后是一个婆罗门的家庭，他拜的是婆罗门的老师学艺哦，然后拜的这个佛学就是小乘的一个独子部的鬼犯师，是浪波净为师。他拜这位浪波净呢，陈那的法名是绝寂浪波啊，所以他翻译过来呀、啊，其实就是就义，就是陈那跟大玉龙或方向了、哦。方是方法的方，向是大象的象。哦，你看他又是龙又是象，哎，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陈娜呀，陈娜的那个就是他出家的法名呢，老师可能在小乘部这边啊，虽然人家是原始佛教是小乘，可是他们已经看出陈娜的根气不简单哦，就是给他是有龙又有象这样子哦，很特殊的一个教的方法哦。所以在陈娜写，就是他写了那个寄送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特别哦。他的寄送极量论呢，其实是陈那所编造的，可是是后来就是一个汉传的法师啊，称为法尊，他就把它翻译编造，就是那个寄送就是极量论略解的寄送，是写敬礼定量欲立身大师善事救护者，唯臣量故从自润及诸散说会为一啊。因为我出家之前在家中的皈依法名就叫定量哦，所以我看他写这样，我也是很有就是很有感受哦。因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把定量这两个字禅定有力量，就是定量这两个字，然后当作就是佛的代称哦。然后我不知道原来当初我在佛光山得到的在家众的那个法名啊，也许就是帮我赐给我这个法名的人，就在佛法当中已经对我的根气呢，就是已经看出了所以然，只是我对自己毫无信心哦。因为那时候我只是一个高职毕业生啊，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后来会再去读，快40岁才去读佛教大学哦，所以我不知道我有佛法的造诣能力耶。因为我在学校的那个一般读书都是就是 so 而已，我都是只有中等生，最多也只考过第二名，其他都没有什么能力哦，就只是喜欢演讲而已哦。那时候演讲是有拿第一名，还有写作文哦，作文也都第二名而已。因为我没有发现我自己的长处，就是说佛法的东西我完全看得懂，我不知道我有这样的能力哦。是经过我进入了佛教大学之后，
也庆幸，就是进入佛教大学之前，我十年都是修，都做的都是行堂的工作，然后积累了不少的一个资粮哦。那大师那时候就说，你就是读书要读得懂，一定苦恨要做得多。我那时候都不懂这个意思哦，我只知道我没有学历，我就是要去帮常住帮忙，就是要做一些苦恨哦，所以我都会努力去，就是去做一些像资源回收啦或行堂这样的工作，我觉得那个东西才是最需要人力的哦。我那时候没有读书，就是只有力气，所以就去做这种事情。然后做完之后就很奇怪，就是说他们说我口才好，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口才好。他说你赶快去卖书啊，就果然去卖，又卖很多书哦。这我是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现象。所以每一个人的根气呢，都是要借有很多的努力，然后去激发你无上的一个潜能。一定每一个人都不要放弃你自己。你觉得现在你那个书都读不懂，那你要记得就是多去修苦恨，那个经。你才有那个体力跟那个耐力去读，你就是那个你的腿盘得住啊，就是说你行堂跑得多，你那个脚一盘上去其实是可以盘很久的，是真的是有道理的哦。那个动跟静呢，其实能量是相等的。我就是记得我有一个同学跟我讲说他身体不好，我就跟他说，那你就是修健康的业不够哦，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说多做一些帮助别人健康的一些善行。然后我那时候就建议他，就是说比如说同学要买便当，你也可以跟他就是说，请问我现在要去吃便当，我可不可以帮你们在做研究的人，我可不可以就是供养你们，我帮你们跑腿买便当好不好。我跟他提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那时候修了不少的行堂的这一个苦恨哦，而且我做的是二堂行堂，我一个人是支援四单的哦，所以是非常累。我经常那个罗汉鞋跑到破一个洞，你就可以想象哦，我的罗汉鞋是经常破掉的，就可以知道我那个脚底常常长水泡的程度哦。所以我都是很努力的争取那时候的行堂工作。然后我这样跟那一位同学建议呢，他果然哦，哇，他真的是大发心哎，他整个就是整个系上的便当，几乎他都是跑去从一个两个去拿便当，后到最后他就变成那位同学，他是大我十岁哦，大概五十岁，那时候我的年纪他大我十岁，好像七八岁而已。然后他就身体就是很瘦又很弱，然后读这种佛学其实是相当辛苦，因为几乎你没有熬夜是读不懂的，因为我们不够时间，我们有早晚课限制，然后整天下来有太多的学术讲座跟课要听哦，然后你真正能写作业跟那个复习以及找资料的时间都在半夜哦，那还有星期六星期日啊，所以如果很用功的同学是几乎天天熬夜的，这是已经成为正常的普世现象，所以几乎大家都吃三餐都几乎都不想去买，有没有？最好有便那个面包啃一啃就好了，就泡面吃一吃就赶快又继续读，因为觉得没不够时间。但有人要帮我们买便当，我们就很开心啊。那位同学他就这样听了我的话发心去做普众大众，帮大众带便当的工作，然后他就去带，从一个两个到最后他就买一个机车，他就变拿十个，又到最后他竟然去买一个小轿车，拿三四十个，哇，越发心越大哎，他可能有感受到从中的益处哦。所以就是说限量比量，我们读下来之后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它用在生活当中它是要怎么利事利他哦，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哦。那以上跟大众分享。